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知道呢，翁生的《四时读书乐》里面呢，他谈到秋天然后呢，我们来欣赏一下那个翁生在《四时读书乐》秋天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昨夜庭前夜有声，梨豆花开蟋蟀鸣，不觉桑阴满邻国，萧郎万籁。含虚卿，近床赖有短情在。对此读书功更倍，读书之乐乐无穷，岂弄明月双天高？那我们从那个翁生的《四时读书乐》里面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夏天跟秋天的一种不同的感受。他夏天呢，他觉得他是从竹子开始去感受去。然后最后他说呢，用瑶琴一曲来听风。但是到了秋天呢，他是说的"岂弄明月双天高"。那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说呢，"昨夜庭前夜有声"，也就是说昨天呢，开始进入秋天，开始落叶了。那等于我们中国人讲"一叶知秋"。所以一看到花叶，叶子掉落了，就感知到秋天来了啊。他说："昨夜庭前夜有声啊，梨豆花开蟋蟀鸣。当我们看到梨豆花在开了，就知道秋天了啊。然后蟋蟀叫了啊，开始蟋蟀在叫了，就知道是秋天了啊。那我们从这两句话都可以感受到，古人呢，因为他们有那一颗比较极静的心啊，比较静雅、安静优雅的心，所以他们感受到万物自然的一种变化。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常常都会被3C 的电子产品所吸引了。我们都每个人都一边走路，也没有去感受到这个时候花开了，或者什么蟋蟀在叫了或者蝉在鸣叫了。我们可能都被3C 的产品所深深的吸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就是说呢，要怎么样再回归到自然中然后他说"梨豆花开蟋蟀鸣"。他说不觉桑阴满邻国，在这个时候他会觉得那个秋天的感觉呢，整个在大自然中冲晒着然后呢，萧郎万籁含虚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秋高气爽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从翁生的这个《四时读书乐》之中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季节的一种变化跟感觉，还有呢，诗人呢，他们对于大自然的节奏、大自然的万事万物的一种敏锐性，好，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用的这个花器呢，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变形的一个花器，那这个花器，我在想说，它是从扇子的这个形状得来的一种灵感，因为我们很多人就会用很多我们身边四周的一种感觉。来得到很多新的创意跟灵感。那我们能够把很多的古文化应用在现代艺术中，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像这次我们刚好有因缘到西湖去看，然后看张艺谋的《印象西湖》，那就发觉说，即使在这个《印象西湖》的背后，它有一个最美的一个故事元素在里面就是白娘子就是白娘子跟许仙的故事做背后背景的故事。那我们会发觉呢，我们要传播我们的文化或艺术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古典的这个传说啦、美学啦都应用在里面，然后用现代的声光效果跟舞蹈的感觉去应用它，那就觉得这个更有内涵了好，那我们用这个扇形的花器，让我们联想到很多各种的运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器本身，它的瓶口很大那我们最好最快的应用方式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枯木去架构它或者说，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个竹根竹根去架构它比如说我用这个竹根把它架一下下，架一下下，好，然后竹根架上去之后呢，它就。因为这个竹根，它就会有这个竹根本身就会有这个各种的洞各种的空间。那这样的一个空间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插花好，那各位花菩萨可以看到，刚刚呢，因为它一面画的是兰花然后一面是没有画画的部分那我们今天上次我们在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用兰的这个部分来表现中国古典的。
兰花的一个幽冥。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不要用兰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边没有画画的这个部分哈。好，那因为我们有一只这样的一个草海桐哈，那我们觉得只用它一次实在是有点很可惜哈，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来再用第二次。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草海桐啊，它架构在不同的花器啊，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哈。好，那我把它再换一个角度来应用。从这个角度把它插进去，好，因为我们会发觉呢，这个它这个竹根的中间呢，会有一种空间，好，好，我们把它慢慢的放下去。好，我们试一下哈，因为我要让它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以前面这边为主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在画面上的感觉。其实这样的一个花型呢，它有一点点倒挂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倒挂就是说，它是这样子立起来以后，然后超过90度往下垂下去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在之前使用这个草海桐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用这个平出的角度啊。那现在我们有一点用倒挂的这个角度啊，但是这个倒挂的角度呢，它就会有一个力量会往下压哈，所以我必须把它做更好的一个固定啊，那它才能够。才不会往下垂哈。好，那我们来试一下，看看怎么样把它稍微固定一下下。好，那我们让这只草海桐有一点这样子倒挂下去哈。好，那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插倒挂的花型啊。然后呢，我把这个草海桐呢稍微剪下来一些些哈。好，让它呢，这个不要那么的多哈。好，那。剪下来的草海桐呢，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后段的这个修饰，啊，后段的修饰哈。好，那这是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小只的草海桐哈。那其实在这个一边插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真的也蛮奇妙的。这个草海桐呢，它跟这个竹子的这个根部哈，它们搭配一起来呢，是这么的协调。好，就不觉得它是好像利用另外一个花材去架构它啊，你会觉得说，他们两者之间呢，好像是，这么的调和在一起的。好，那我们会发觉，整个感觉是一体的感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花呢，我们来试试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花来插座呢？就是说我们在应用色彩的时候呢，我们有两种插法哈。那一种就是呢，你可以选用就是对比色的哈应用方式。那一种你就可以用同样的同色系的感觉，好，那就看每个人的喜欢啊。那有些人很喜欢对比的颜色哈，因为他觉得对比颜色很鲜艳啊。那但是对比的颜色呢，用得太强的话，会感觉比较俗气啊。那有的人他喜欢。同样的色系的感觉哈，比如说，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这样子，蓝色的，绿色的这个，绿色的这个石斛兰，哈，绿色的秋石斛哈，好，那我也把它剪下来运用一下下哈，好，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舍不得把它剪下来用哈，但是，我们知道呢，花的那个天姿美态。好，那一定要有人怎么样去欣赏它哈。好，比如说我把这个草海桐呢它弄好了之后呢哈，那我选用同样是绿色色系的色调的感觉哈，比如说像这样子，好，那它这个叶子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哈，我把它稍微的剪掉，好，然后我们用这个绿色的颜色来做它主花的部分，像我们刚刚说的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同色系是一种美哈，那对比色也是一种美啊。那我们今天来尝试一下整个以绿色为主色系的一个运用的方式哈。好，那我再加一支的以绿黄的两个色系哈为主的一个感觉哈。让两只的这个石斛兰做我们的这个主花啊，那不晓得各位阿弥陀佛看。
看起来感觉怎么样哈？那我在下段的地方呢，我用一点点叶子来收它的基盘哈。好，因为好，我们再试试看哈，用这个电信兰叶啊来收它的这个基盘。好，那电信兰叶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深绿色的，好，深绿色的。然后我们让它整个绿呢，有各式各色各种颜色的绿。啊，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偏好这个绿色哈，因为绿色是一种，很阳光的、很光明的，啊，然后很有生命力的啊，那也很环保的一种色彩啊。那有时候我们在插作作品的时候呢，啊，绿色也会显现出一种很高雅的一种格调的感觉哈。好，那我用的电信兰叶呢，去做一点点它下段的这个收口的这个部分，好，然后主花的部分呢，我们是以这样两只的石斛兰，石斛兰来调整它，好，好，那我再加一些些的这个星点木啊，因为星点木它也是绿黄色的哈，好，我们做一点点后段啊，让它前段的感觉很好，但是后段的效果也很好。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一个很环保的时代啊。那我们也推广呢，新素实践啊，就是心灵要非常的慈悲善良哈，啊。然后呢，能够多多的素食哈，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吃众生的肉哈，啊，因为众生都是有情的众生哈，啊。那我们要有学习训练自己的那种慈悲心哈。啊，然后要过很简单的一个生活啊，像过去我们都是过那种越多越好的生活哈，啊，现在要学习要过越简单的一种生活啊，所以我们说生活简单就是一种享受，那心灵简单呢就是一种美。好，我们再用这个星点木哈。虽然这个作品呢，它的上段的感觉呢，好像觉得蛮多的啊，其实花材本身呢，都是属于很轻的一个花材哈。好，那我们把这个作品呢稍微移一下，看一下这个感觉哈。那我试试看呢，是不是需要加一点点色彩下去哈？我们来比一下看看。好，那各位爱花菩萨也可以参与进来看一下下，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加一点点有颜色的花呢？还是？觉得纯粹是以这个素色为主来插作比较好呢，啊，我们来试试看一下哈，啊。我们现在可以先欣赏一下这样子纯粹是以绿色为主的感觉哈，啊。好，那我在这边呢加一朵朵啊，在万绿丛中呢加一点红，好，啊，那用一朵这样的一个火焰百合啊，带出一点点黄跟绿的一个色彩。那这个颜色我让它不要太过于的这个明显，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作品。好，那我们借由一个这样子有一点点古典的啊，那扇形的啊，现代的桃啊，然后运用也蛮稀有的这个草海桐啊，它的那种枝干的一种美哈，还有它叶面的一种绿意的感觉，那再加上它果实的一种点点串串珠珠的感觉啊，然后以这个绿色系哈，黄绿色系为主色系啊，所插作出了这个作品啊，虽然作品感觉上也蛮有力道的啊，不过也是色彩度上也是非常的简约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件作品呢，跟刚刚的那个化气的一个感觉有一点点类似哈。那但是说它很类似，也不尽然的相同哈。那我常常非常的喜欢去欣赏一些年轻的陶艺工作者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那些艺术家啊，他们对于创新的这个区块的一个努力啊。因为虽然我们中华花艺，我们很注重我们传统的文化，但是我个人觉得说有一些新的艺术呢，新的陶艺的作品啊，那可以激发我们花艺工作者也可以怎么样去跟他们的花器相结合在一起，然后能够把他们的作品也能够很善用它，那也给这些年轻人有很好的这个市场跟潜能，因为他们的作品受到肯定之后呢，那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好，所以我觉得要不要一成不变的去固定使用一些花器，好，那给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有一些新的空间啊，新的灵感。否则的话，我们如果一直在用旧花器，他们会觉得，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哈，而且他们的东西做出来新的东西又没有人欣赏，很可惜哈。所以我们在这一期的过程中呢，就运用比较多的这个新型的花器，比较有现代感的花器，哈。好，那接下来呢，我还是用竹根哈，因为过去我们常常用海芙蓉来做这个主要的这个架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海芙蓉它已经被列为保育类的植物了，所以很多人看到我的节目都说，哎，好喜欢我在节目中运用的这个海芙蓉，那问我要去哪里买。那事实上这个花材它本身现在已经被列为保育类的植物，那我们是过去有很多的因缘保留下来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竹根呢，每一年呢我们都会翻土翻新，把竹子做一些更新，因为竹子能够经过翻土之后呢，它才能够长出更好的笋子啊，那所以每一次都有这种新的竹根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运用啊。其实还有一件我很值得去分享的，就是说呢，其实有中南有一个南部的一个太太哈，她常常看我的佛心花海节目，然后她就是在种竹子的啊，然后整理竹子，然后她整理出来的竹子就是这个竹根呢，她还把它洗得好干净啊，然后想办法问到我的电话、我的地址，还寄来给我用哦，所以我觉得到现在都觉得对她很深的一个感恩哈。可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谁哈。那各位阿弥陀佛可以看到，我再把这个竹根架上去的时候，我可以很平的一种架构的方式啊，那它就会形成一种平坦的美。那我也可以把它稍微有做一点点造型的应用变化，就把它架高啊，比如说啊，我试试看，我把它架起来啊，这样的一个应用啊。那我们会发觉呢啊，这个竹根呢啊，我试试看，再从一个角度。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掰开啊，让它刚好卡住在那个瓶口上面。啊，比如像我现在呢，啊，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我就利用两个竹根之间，啊，就是把这个瓶口给卡住了，好，然后它就又是立起来的一个插法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呢，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花材哈，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常常讲说呢，春天啊就是赏花的季节，哈，所以我们说春有百花，啊，那秋天呢啊就是赏啊夏天就是赏叶子的季节。好，那秋天呢就是赏果实的一个季节。好，那所以呢各位阿弥陀佛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由夏入秋了。好，然后呢我们就有很多果实类的花材哈。好，我们刚刚用了这个一些的猕猴藤哈。好，那我还有一支这样的一个猕猴藤，我们也把它试一下用用看哈。好，然后我们让它呢跟这个竹根之间呢，彼此之间做一个架构，好，那我们把这个猕猴藤架起来哈，我想不要给它太，这边有一点断掉哈，好，我们把它，啊，这样子把它有一点点架高起来哈，好，那除了猕猴藤之外呢，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手上呢还有另外一个花材啊，这个我们称它为三归来。啊，那三归来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花材呢，因为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啊，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四季很有变化的花材，像三归来呢，在春天的时候它会发新绿的叶子，啊，然后呢，叶子上面就是红绿相间的，
好，然后到了夏天呢，就会叶子长得满满的，然后开始长出小果实，那秋天就会长出这样绿色的果实，好，然后到了冬天呢，它整个果实就由黄色哈变成橘色，甚至变成红色，非常的美哈。好，那我再把这个山龟兰呢，再把它架构上去。那我们试试看这个山龟兰的这个角度哈。好，我让山龟兰有点下垂的感觉。好，那山龟兰架构上去之后，我就发觉我的这个猕猴藤呢，我可以减少一点点哈，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季节来表现啊，表现。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果实重叠在一起去表现季节的一种美感，好，比如说我很想刻意的去表现秋天季节的这种美，好，那我就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果实，好，虽然有时候用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呢，但是它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一个过程哈。好，那我在这个后段呢，我给它加一点点的铁丝哈，我让这个山龟兰呢它不会太硬啊。好，比如说我可以加一点点这样子，好，绿色的铁丝，好，我把它绕起来。那我一边在绕这个山龟兰的时候哈，我就发觉这个山龟兰其实它还有一些很硬的硬刺还没有全部退掉，好，因为山龟兰这个花材呢，它是有很多刺的花材，好，就是它的这个枝干上面呢，它会长得满满的刺，好，尤其是春天的时候，我就常常跟很多的朋友分享说，山龟兰呢的一生就像我们人的一生一样，好，因为春天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的生命，好，年轻的岁月，它是这么的多刺的，好，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个性比较直率，好，然后比较冲撞，然后讲话比较直接哈，然后到了夏天之后呢，我们就会发觉它的刺一直在退了哈。那虽然还有保留一些刺，但是呢，它的刺一直在减少中哈。好，我现在把山龟兰稍微整一下下哈。然后我们会发觉山龟兰到了秋天呢，它的刺就开始几乎很少了啊。就像我现在在折它呢，我就发觉折了整只的山龟兰只有一段有刺而已。啊，但是到了冬天，果实成熟了，变成红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呢，山龟兰的刺就全部都凋落了哈。那就像我们人的一生一样啊。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好，我现在应用山龟兰做一点点线条的迂回跟变动哈。好，那我把刚刚剪下来的这个猕猴藤呢啊，再做一些下段的果实啊，让这件作品中呢有比较多的这个果实的这个部分。好，那应用完了这个两种的这个果实之后呢，啊，我来加一点绿色的植物。好，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呢，我手上的这个是杜鹃。好，那杜鹃呢，是我最容易取得的花材哈，因为我住的房子的四周哈，全部都是满满的杜鹃。好，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去善用它哈，因为呢，第一个。我常常感觉杜鹃的这个叶子就是小小的，然后很可爱，但是它又是非常的有精神的哈，所以每次插小茶花的时候哈，或者应用做下段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选用杜鹃哈。好，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什么样的花材呢，我们就很善用它哈，那不用很刻意的去找什么样的一定要什么样的花材才可以哈。那我们可以感觉到，哎，这边用的都是干材，水干，然后这边用的是湿材。虽然山龟兰还不能算很干的干材哈，但是它已经也是开始是果实了哈。那我上了铁丝之后，就可以开始去调整它的感觉哈。好，那我今天来看看一下啊，因为我有一朵这样的黄色的这个香水百合哈。各位阿婆萨可以看一下哈，我有一朵这样黄色的香水百合，那我就用它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花。好，因为跟刚刚前面的那一件作品一样哈，我就是选用的色彩度上就是属于比较简单的黄绿色为主色系的一种色彩的感觉哈。好，
我用黄色的这个百合哈，把这个三桂兰稍微调一下，让它不要跟百合的空间打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其实讲要插花，要说哎怎么样插花会插得美哈，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花跟花之间的空间啊要。要彼此有空间啊，那花彼此之间是不杂乱的。好，我们用了这样子两朵黄色的百合做它的主花哈。好，那我在下段呢，我再加一个火焰百合，好，火焰百合，好，让它有点颜色的感觉。好，然后在这边，好，你再试试看，再一次的火焰百合。然后我们可以从一些很特殊的角度啊，让它弯出来，比如说试试看它的这个瓶口呢，有点太高了哈，我把这个火焰百合再压低一点点哈，因为好，再把这个地方呢再加一支的火焰百合进去。我们试了一下哈，好像因为整个空间的感觉，我们用一朵就好了哈，因为那个如果说用了两支的火焰百合，会显得这个空间的地方呢它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拥挤啊。那我们刚刚有讲的说，其实花要插得好，它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呢，就是花跟花之间要留下一些很美的空间。好，那我在后段呢拉一点点金，也是一样以黄绿色为主色系的这个花材哈，做它的后段的深度的表现，好，让作品呢它有一个后景的感觉。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哈，同样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器啊，就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创作陶，那我们用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现代的一个手法来跟这个创作陶做搭配。当然这种创作陶我们可以用它来插古典的花型啊，那但是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花材的取得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就用有一点点造型的花型呢去跟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作陶做搭配啊，那也觉得特别的有趣啊，而且特别的有挑战力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生命电视邀您一起传播佛法，慈悲愿行，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护持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觉照您的佛性般若。